充电之余还有什么会让它去做的供应啊？大概是这样子吧。那，哎，没事做，还是要分配一些工作，来让他们多挖一点吧。先把梯子往上拉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先挖一层出来好了，先这样子，这边全部挖掉，应该够装了吧？这边的水够吗？好像不太够，那就挖远一点了。这样子啊，哦，这边两只哈奇，它要淹死了。等一下，还不赶快跑回来？没电了。啊，房间的门也要补一下啦。不过房间有加，哎、欸，有加四七加二，所以也可以拿一点那个士气。其实前期不太建议大家去底下工作啊，因为底下都是二氧化碳，然后他工作很辛苦啊，你看他一直在闭气，一直在闭气，所以尽可能的往上发展啊，前期啊。不过前期底下工作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一开始二氧化碳没有太多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吧。像我这边没办法，一定要先挖掉，不然我这边完全没办法用。啊，其实应该够装啦、啊，那就这样子吧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直接盖梯子好了，反正这边需要一条梯子嘛，那就盖上去，然后水就会流下来。那这边顺便挖开一点，挖开这边，让这边的水流过来这里。上面梯子也好了，那到时候就直接从这边一层一层挖过去。这边金属要挖一点了，我金属应该不太够。目前的话就是一个在挖掘，一个在建造，然后一个在研究，然后最后这个在充电啊，清厕所。目前分配是这样，四位小人，应该四位小人就不会再加了吧，暂时不会再加。作业站有了，来干一下，让他们转那个职业，研究也好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就让他们研究这个，因为我要把餐厅盖出来。那除了餐厅以外，它那个龙根砖也是需要用来种那个柿子树，所以第二个就研究这个吧，之后就是研究这个了。好了，这边挖开之后呢，这里就可以从这边盖，他应该也爬不下去了，这边已经不能过来了。那从这边盖，把梯子把它补完，然后作业站也好了，那就可以帮他们分配职业。那其实普通矿工的话，基本上全部都要升了。那研究员是这个 LI， 那我把研究员交给他之后，全部升那个矿工就好了。升完矿工就升那个建筑工，就一直从头升到尾了。从头升到尾，就从上面往下面一直升了，升完这个，升这个，再升这个，这样子。当然，你后面有些需要料理的话，就要另外分配，艺术又要另外分配，这样子啊。那研究部分接受，哇，才这边而已啊，还要一段时间。那这边直接一条梯子上去，刚好哎，水平面在这一格。那把这个拆掉，往下一个，因为它刚好挡到我这边。来，我这边都可以换成一个平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这种时候要小心啊，小人很喜欢站在下面往上盖砖块，很容易会卡住头啊。这一定要小心，尽量不要这样子盖，太容易卡住头了。往这边挖开吧。把字卡在中间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还好。研究好了，研究好了，那我们继续研究这个，需要用到这花盆，等一下把那个餐厅升级为高级餐厅。
那现在就可以去做那个农耕砖块了。农耕砖块用来种那个食物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我需要20格的食物。看一下我要种在哪里好了。啊，种在上面算了。这边一行有多少？一行有14，还缺6个。啊，那我左右好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左右各10个。好，这11了。OK，那15应该就够了。到时候种满狮子树。然后温度的话，这边也是绿的，应该没问题了。那其实我是想把柿子树种底层啊，可是底层都是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种底层那个，到时候二氧化碳跑下去就可以不用管那边的柿子树了。在二氧化碳里面，食物是不会烂掉嘛？啊，淹死了，不好意思，也救不到它了。等一下把它的肉带回来吧。看一下我们种植，种植的话，柿子树13棵。我们要种20棵才足够，那这边应该可以拿到一点啊，这边还有1棵啊，挖过去，看一下埋住的这些物品，有几率会挖到柿子树种子。然后这边有芦苇，那上一个版本挂画更新需要芦苇，需要这个纤维才可以盖，所以到时候这边不要挖掉，让它自然生长，然后去收成就好了。看一下。哎，有藻类，我们要藻类，不要小人。之前其实小人数量4到6个就差不多了。那我自己玩，通常都是4个，顶多6个，玩到后期才会增加到12。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多资源的话，才会继续加上去吧。当然，你加的越多，你基地就越大，除非你集中营啊。如果你是把房间都集中一起的话，那你加多一点没关系。可是，如果你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单间的话，你要20人，其实你基地的规模需要非常的大。这边植物种一下吧。啊，这厕所塞住没有清理。我清洁工跑去哪？有，哎 其实我也没有在用这个表单，你们可以看这个表单啊，就是看一下他在做的事情到底跟你分配的有没有符合？没有名字诶，应该是他啦。我分配他是什么？这个他在做施工，对，我分配他在做这个建造，所以他目前就在建造了。都优先在做建造的，做完建造才做这个开挖的。诶，研究好了，我餐厅还没有出来诶。来这个，等一下要做一点精炼金属。餐厅的话就直接盖上面这一层吧，反正左边右边食物嘛。那这边就暂时放一个餐厅，然后它需要一个饮水机，我把它放到中间好了，还是有一点点强迫症，要对称。然后需要一个装置，对，那现在那个挂画很难盖啦，所以我们先用这个花盆代替。它那个高级餐厅的装饰需求是20家。你们可以从这边看到，餐厅它需要的是20家的装饰，就是说有一个装饰有超过20，这个就会生成高级餐厅了。所以一个花盆已经足够了，因为一个花盆可以放这个，可以加26的装饰。那不只是这个了，你要放同心菜也可以啊，或者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新菜草也可以啊，新叶草啊。好。这边盖一盖，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拿到。餐厅是多少啊？餐厅是加647哦，然后普通食堂只有加3而已哦，所以尽可能的把它升级为餐厅。这样我们生活品质再加6的话就有10了，大概9到10。9到10的话，我们职业就会来到这边了，第三级的这边。第三级，不过也没什么用啊，因为像是农夫升上去的。这个牧场工人是需要12，所以还要其他手段来继续增加这个生活品质啊。那研究的话就继续吧，看一下。燃煤其实还好，因为燃煤到时候直接从这边一口气研究就好了。然后先研究其他，
把这些基础都研究好。来，这边放一下装饰。那现在是食堂，等他，休息了。他刚刚跑到这边，差一点点这个也，可惜可惜。拿肉吃肉，这个做一个补给箱吧，先把食物都带到这边了。